一个人耗时一天，我做出了这份编程词典网站。这是一份计算机编程领域的专业术语大全，也是一本可以轻松查阅的编程知识大百科。网站覆盖30个计算机编程相关的垂直领域，比如 Java、Python、 前端、 Go、 C++、 游戏开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等等等，总共有900多个专业名词和术语。比如什么是 Java 注解，什么是前端的响应式设计，怎么做前端性能优化，什么是 C++ 的重载，什么是网络安全的 DDoS 攻击等等。那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一个网站呢？一方面可以帮大家查阅知识，查漏补缺，另外也是因为我发现了，就现在网上的教程资源太丰富了，导致很多学计算机的同学呢，他只跟着网上的教程看，别的一点课外知识也不了解，可能等到面试的时候呢，才知道有某些知识点。所以也是希望这个网站可以帮助学编程的朋友接触和了解更多和计算机专业相关的知识，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打破信息茧房。那这个网站怎么用呢？非常简单，你可以找到自己关注的领域，按顺序观看，也可以直接搜索关键词，跟查词典一样，快速找到知识点去学习。那也许大家会好奇啊，我一个人只用一天，我是怎么做出这个网站的？不要忘了，AI 的时代已经来了，有没有可能这个网站里所有的文章都是 AI 生成的？有没有可能这个网站里所有的分类也是 AI 生成的？有没有可能这个网站的源代码也是 AI 生成的？有没有可能这个视频的文案也是 AI 生成的？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啊！这个文案当然是我自己写的。最后也非常欢迎大家来体验这个网站，如果你觉得这个网站有用，或者对这个网站的制作过程感兴趣，欢迎动动小手给鱼皮一个三连。大家需要的话，我之后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制作过程。那其实也不难，谢谢大家。